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77集的节目。我应该已经有5天没有给大家录节目了。前些天去了北台湾，玩了3天啊，去看看一些山啊、水啊什么的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跟大家分享的是飞过山1打3套装系列当中的塔恩。这个塔恩呢，它是设定上来自于 Cyberverse Universe。赛博坦志里头的塔恩，那么赛博坦志里头的塔恩的话呢，它是一个这个人物的造型的话呢，其实是一个量产的。那其中有一个拥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家伙就叫塔恩。那其实在动画片里头，它应该是没有变形成坦克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坦克也就没有什么还原不还原的造型啊。尽管它是使用了先前的这个也是传世的这个模具，那这个。塔恩的这个玩具先前有一段时间价格非常的高，那后来有推出雾影暗葬配色，然后雾影暗葬的话呢有一把刀，而这把刀的话呢是有配给这一次的这一款Cyber Universe 的版本，但是这个武器的话呢，你就是在我是觉得就反正有比没有好吧，多了一把刀。那由于在动画片里头它没有变形成坦克，所以这个配色的话呢，你也不知道说到底谁对谁错啊。那我们可以。单纯就玩具的对比来说，透明件的部分使用的不就不一样？这个原本的基础模具的话呢，是一个比较类似于是紫色的一个配色，这可能比较接近于 Decepticon， 而这个的话呢，稍微带一点橘红。那由于它橘红的部分呢非常的多，那会让我们联想到 Megatronus， 就是堕落金刚的配色。Cyberverse， 我们可以大概以我来讲的话，可以往前追溯到领袖的挑战。里头的密卡托纳斯之类，它的配色就是这种紫色，还有就是之后的堕落金刚都会有这种橘色的这种光芒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坦克的部分的话呢，其实认真来说，我认为就原有基础模具胜过这一款的，我认为是比较客观上胜过的，可能就是这个部分，履带的侧边这个地方有上银色的涂装啊，这一点非常的可惜。这一款 Megatronus 我居然已经这么自然而然的叫它堕落金刚了啊！它的这个侧边啊，如果也是上银色的话呢，可能吧，就分色来说会更加的好看。当然还是有一些些许的不同，像这个基础模具后面是金色，而它呢只是跟这个前面是一样的配色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看前方的话呢，它的分色来说，右手边的这一款传世1打3系列的话呢，它的配色会更加的丰富啊。那以炮塔的部分呢，由于它这个橘色的部分呢比较亮，所以你能感觉它好像有一个就是能量在里头汇聚的感觉啊。那么孰优孰劣，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特别，没有标准答案。那我的话呢，对这个炮的部分呢，我做了一个小小不一样的一个方法啊。它的后面的话呢，这个洞的话呢是有一二前后两个洞的。那我旧模具的话呢，我是把它安插在比较靠后面。这个的话呢，安插在比较靠前面，哪个好看全看你个人。其实应该是要安后面一点的，因为安后面一点的话呢，它可以把前面的洞给遮起来啊，可能会稍微好看一些。那这个模具的话呢，是有做轮子的造型，但是却没有真的办法滚动啊。我觉得你不如不做，对吧？比较奇怪。那以炮塔的话呢，是上方这个炮塔可以转动，然后炮的话呢，只能够上动一点的，因为呢。它会被后面这个地方给干涉。以坦克来说吧，你就是当它是一个外星坦克，其实，也不是很难看了。特别是这一款的配色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，它整体来说是比较偏亮，甚至不单单是它的一个选色比较亮，是连它的一个塑胶的部分都是比较亮光的一个感觉，所以说感觉吧，就是这个感觉是更加的抢眼一些。哎，那我们呢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炮呢可以先把它给拿下来，然后呢将这个炮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回到它原来的位置。这个后面这个转盘的话呢，你可以先转也没关系。那我们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，我的习惯吧，我是先把这个地方往后面一压，它这里撬开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会自动解锁了啊，解锁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，它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。两侧把它给打开，稍微的打一个水平的角度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一块侧边这一块推出去啊，这一片这样推上去，然后这片折进来。这里的话呢要稍微对一下啊，它里面有一个黑跟黑的一个组合啊，通常大家不会看的片子啊。然后呢手臂的话呢，这个臂甲的部分的内外做一个翻折，这样扣上去，先到这里，
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侧边这一块推上去，这里做一个组合，好，扣上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包覆上来，好，先到这里，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两腿可以先打开，两腿先打开，然后呢，将后面的双动关节把它给打正，把它给打正，好，脚掌翻出来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啊，胸口这一块部件呢，网上说很容易掉，确实它是比较容易掉的，那我们可以先把后面这个部件给打开。啊，这样挑上来之后，然后做一个旋转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炮塔由下再转到上，然后侧边这个地方啊稍微卡住，那这里的话呢，就稍微给它腾出一点点空间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块部件往前啊，你只能往这个地方转，你往那边转是转不过去，它会卡住啊。这里有一个部件嘛，对，卡到这里啊，卡到这个水平的这个状态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头的话从这个地方推出去一些些。然后呢，顺势头推出去之后呢，这个胸甲的话呢，就顺势往前来。往前来的话呢，先推到一半就好了。这个时候就要再把这个肩膀这个部分给推上去，然后顺带的啊，因为你这个地方等于是要避让胸甲嘛。然后呢，侧边这个地方黑色的里头有缝，这个时候我们转到90度之后的话呢，就可以把这个胸甲往内集中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胸甲的内侧两个凸啊，给卡进去。那后面这个脑袋，就把它给推上来，然后呢，头部的话呢，翻转180度，没有翻也是可以完成变形了。然后这个背部再放上来，然后背部放上来的时候，一样这里有两个洞，黑色的洞，对不对？橘色的，我已经不知道什么种族是橘色的，反正这个黑人就是黑色的，对，就是橘色的凸，对，黑色的洞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啊，它的前后的一个固定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靠的胸甲呢跟背后的甲胄的话呢。来给它完成一个，这个胸口的两侧这个履带的变形，拳头给它转一个角度，啊，拳头转角度是不一定要转，因为这个跟你变形成坦克的时候，你拳头怎么收纳，啊，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头部的话呢，调整一下，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，这个来自于 Cyberverse Universe 的塔恩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那我们来看到机器人的形态啊，我们再次的重复一下，这一次的组合包里头多了一把这个武士刀，两个配色，在坦克状态下呢，我觉得吧各有其所长，但是以人形状态，我可能会比较偏好原本的这一款基础模具的配色，它的整体的消光的感觉稍微的质感好一些，而且它的色块来说我比较喜欢。那比较起来的话呢，也不是说这一款新的它有比较多糟糕，是它的感觉太花了，特别是你翻到背后啊，你觉得它切割的状况好像比较严重。而这一个基础模具的话呢，虽然色块没那么多，但是它感觉一致性比较好啊，但是这个纯粹是我个人的喜好了啊，并没有啊相差非常多了啊。那这个手炮的话呢，也是以这个新款的话呢，这个里头有这个橘色的透明件，感觉是比较好一点，而且它的透光性，眼部的透光会比旧版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它多了一些奇怪的斑纹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啊，原本的面雕的话就是狂派的标志，这个的话呢，中间有一道红色的这个条纹，这个在动画片里头它应该是一个面具裂开吧，然后渗出红光的感觉，但是它用这个红色的涂装之后，感觉如果没有看过动画片的人可能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要多了一个这么奇怪的一条红色的，像什么印第安人的图腾吗还是什么来着。那以胸口来说，这里的话呢也都是渗出像是透明光的感觉啊，但是这个我提过了啊，这个毕竟塔恩的形象的话呢，可能对我来讲的话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形象比较先入为主啊。还是一句话，这个两个配色没有说谁比较这很明显的优势，并没有。那至于大家很关心的说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怎么样，我感觉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，几乎都一样啊，只有胸甲这一块它往上翻的时候，这一组的掉落的一个可能性是稍微大一点，稍微松一点点而已。其他的话呢，我真的觉得跟原本的模具已经是很接近了啦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。可动的话呢，几乎吧，就是 Voyager Class 你能想到能动的也差不多都能动啊，拳头也已经能够转，而且还有一个张纸的一个零件输在这里。所以说这一款是以 Voyager Class 来说，官方现在的规格来讲，它已经是一款表现非常优秀的玩具了。
那这一次的配色算是提供一个新的选择，那我还是觉得两者其实也是非常接近的，不相上下，但是呢来自于不同的宇宙。先前的基础模具呢是属于 IDW 风格，这一次的话呢，则是 Cyberverse Universe，很多地方都会让误以为它是 Megatronus。好吧，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一打三套装分享完毕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